林睿，这就是你家啊？对，挺好的。哎，黄金色的稻田，金黄麦浪。哦，稻田这个季节还没有。没关系，这样也挺好看的，挺美的。哎，那这个有吗？啊，这个有。在哪儿？这儿。哦，哇哦。颜色可能是调的，不过你看这些花，你看这儿，这些花还挺好看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不是来观光的，后期都可以修图嘛。行，走吧。但是，我们好像下错站了。哦。提前下了一站。那等下一班。这个大巴一天就两班，刚才那是最后一班了。叫车。啊，这里也不太好叫车。不过没事，我们可以坐老乡的顺风车。顺风车？嗯，顺风车挺好。哎，我这辈子还没坐过顺风车呢。那就好。师傅啊。嗯。能不能带我们顺一下路？就在前面的村子。可以啊，上来吧。好啊。师傅，可不可以先把那两个先放下来？什么东西？那，就这两个小可爱，这两个羊。这样吧，我买下来，但是我不要，所以您可以拴在路边，等回来您再来接他们就好了。你有毛病吧？你出个价钱吧，两倍、三倍都可以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带你们了，你们自己走吧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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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你们再等吧。可是林睿，我们都等了好久了。林睿，你是林医生？对，对啊，是我。你认识我啊，师傅？当然认识了。来来来，上车上，我把羊卸下来。不用，师傅。嗯，刚不好意思。一起坐吧。来来来，上车。好可爱哦。哎呀，可以吗？坐稳了，林医生。好嘞。哎，走吧。